盧九家族是澳門歷史上最重要的華人家族之一，盧九被稱為澳門第一代賭王，家族除了經營賭業之外，還有涉足金融、貿易、彩票、煙草、鴉片等商業領域，曾經在澳門有舉足輕重的地位。想了解盧九家族在澳門叱咤風雲的歷史，就要親身體驗與盧九相關的事蹟。今天我們邀請到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溫學權講師，帶領我們見證盧氏家族命運的轉折和澳門歷史波瀾的變遷。所以我們由盧九開始講起。盧九他原名是盧華少，是清末澳門的華商，很多人聽到他的名字就會以為他是兄弟變排行第九，但其實他只有三兄弟而已。咁盧九後生嘅時候咧就好窮嘅，佢十零歲嚟到澳門之後咧就開始從事呢個販賣豬肉嘅生意發跡，後屘就更加牽涉到唔同嘅行業，例如賭博、貿易、錢莊等等嘅生意，當中亦都以經營賭博最為出名。佢同佢長子盧廉約、侄仔盧光裕一齊經營咗賭博三十幾年，被譽為澳門第一代嘅賭王。佢發跡之後咧亦都好熱心澳門嘅公益事業，為咗表彰佢對澳門嘅貢獻。葡萄牙皇室曾經先後兩次對他頒授勳章，而盧九亦都通過捐納的制度得到清政府對他告授官銜，由商人階層躍升到士大夫的階層。講到盧九，就不得不提而家我哋身處嘅地方，就係佢嘅家族舊居盧家大屋。而大堂呢一帶咧，都曾經係清朝好多華商興建大宅嘅地方嚟㗎。咁盧家大屋咧，係大概落成於1889年嘅。當年大屋實際上是有兩間，即是大堂巷7號和9號，採用了當時在廣州等地很流行的港府式民居建築風格。怡安街是當年盧九商業王國的根據地，這裡曾經有盧九仿照洋人俱樂部形式創立的怡安公司，是當時澳門達官貴人和富商尋歡作樂的官身俱樂部。後來這裡漸漸被稱為怡安街，和福榮里、福隆新街合稱花國三街。怡安公司雖然只是類似今日的私人會所或者俱樂部性質的場所，但都要受到當時澳葡政府的嚴格監管，並且繳交響銀、印尼等等的税項，而在會員聚會的時候都只可以做一些例如看報紙、看書、唱歌聽戲等等類型的休閒活動，以及一些小規模的博弈遊戲，包括紙牌、骨牌、擲籌、象棋和鬥蟋蟀等等，是嚴格禁止進行當時很流行的翻攤博彩的。怡安公司是澳門史上有記載以來較早成立的私人會所，隨著社會發展，澳門有錢人越來越多，他們仿效怡安公司成立各種私人性質的會所，是澳門史上富庶階層的一種身份象徵。講到盧九家族的往事，又點算得盧廉約公園呢？盧廉約公園原本是叫做漁園，它本身是一些農田來的。咁盧九買咗啲塊地之後咧，就由長子盧廉約負責興建。喺澳門咧，好多人都會叫呢度做盧九公園嘅喎。咁可能係因為盧九家族喺澳門曾經影響好大啦，而盧廉約亦都子承父業，所以好多人都會將佢哋兩父子混淆咗。漁園咧曾經係澳門三大名園之一，呢度曾經建有農田舞台上演粵劇啦，同埋放電影俾街坊影迷欣賞。在盧氏父子過身之後，漁園被分階段賣出，現在我們看到這個面積都是不夠以前四分之一那麼大的。而在盧廉約公園旁邊的培正中學曾經都是漁園的一部分，校園裡面依然保留著一些以前漁園的建築，例如我們身後面的這座行政樓就是以前盧廉約的私邸，也都是漁園裡面最大的建築。盧廉約的一生可以說是沿著爸爸開拓道路前進的成功者，他在澳門建立的人物關係和發展事業都是一時無兩家，跟他爸爸一樣，除了是著名的企業家之外，他對於興辦教育和推動慈善事業都不遺餘力。一生除了獲清廷告授資政大夫之外，後來民國以及葡萄牙政府都對他授勳封爵，由此可見他的社會地位是多麼顯赫。盧廉約交友廣闊，
認識很多上海、香港、澳門等地的朋友，當中也包括一些革命的人士。他都還有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。在1912年5月，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之後，來到澳門，就受到盧元若的接待，下榻在御苑春草堂這裡。盧九除了長子盧廉若之外，其實他還有很多仔女。盧九一共娶了10位妻妾，為他生了17個仔和16個女，而他的子孫很多都成為澳門政商界的名人家。盧九的第三仔盧元若呢都跟革命事業有關係的。他本身個人是性格比較隨性，和他哥哥的性格很不同，他也沒怎麼參與一些家族的生意，反而經常跟一些革命黨啊、維新派的人士混在一起，很多人就叫他做新仔。孫中山在澳門行了一段時間，其實他是透過爸爸的關係認識到孫中山的，所以其實孫中山對他的影響都很大。盧儀若也在早年呢曾經憑自己的實力呢考中了舉人，在北京那段時間呢他和康有為是有一個往來的，就投在恭親王蒲衛的門下。盧儀若早年都很反叛的，他仿效革命黨人去剪鞭，成為澳門第一位剪鞭的人，還激到盧九鬧他不孝。後來他去了日本留學，橫濱保皇和革命兩黨都爭著請他加入，最後他選擇了加入同盟會。在1909年，盧儀若仲聯同謝英伯等人組織了同盟會的澳門支部，之後呢又在白馬巷的釣魚台二樓成立了豪鏡閱書報社，作為革命活動的支援。除此之外呢，他還在清平戲院舉辦過華服剪髮會。在革命期間，盧儀若出錢出力。1985年，他102歲的高齡辭世。他生於晚清，經歷了民國、抗日戰爭、內戰的動盪時代，一生見證了一個世紀的風起雲湧。唔該曬，温生。盧九家族對澳門歷史發展有好重要嘅影響。澳門仲有一條以盧九命名嚟紀念佢嘅街道，所以話咧，澳門嘅街道背後有真係好多歷史故事㗎。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更多有關澳門街道嘅故事，可以親身體驗漫步澳門街之認識澳門，發掘更多嘅故事㗎。